台湾网红 Trip 十分关注时事议题，也经常在社群上发表自己的看法。日前他在脸书上分享了羽球金牌国手林洋配、羚羊王麒麟的月饼广告，直言台湾美感太糟了。他批评羚羊配的广告设计过于杂乱，字体像是随意排版，广告中的元素过多，而且缺乏焦点，颜色也太过鲜艳，无法体现中秋节的温馨感，甚至让人搞不清楚是在卖月饼还是购物袋。 Trip 将羚羊配的广告与日本网球国手景之圭的广告做比较，称赞景之圭的广告简洁有力，强调职人精神与力量。虽然泡面与景之圭无直接关联，但广告拍摄的很有美感。他呼吁台湾厂商应该更注重设计与美感，而不是花大钱找明星代言，却在设计上毫不投入，真的很可惜啊。you